这期视频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冬天来哈尔滨旅游怎么吃喝玩住，怎么买特产，尽量帮助大家在寒冷的东北玩得开心，吃得顺心，不花冤枉钱。先说明一下，这个视频主要讲的是哈尔滨市区的，不包含亚布力滑雪场和雪乡，因为那个地方我有好几年没去了。第一站就是住宿，尽量选在中央大街附近。这地方除了必打卡的旅游景点之外呢，交通也比较便利，有地铁二号线，还有明年即将开通的地铁三号线。无论是去道外也好，火车站也好，江北也好，都是最佳选择的位置。这周围的酒店也比较多，什么价位的都有，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和你的经济条件来选就可以。中央大街从南到北其实很长的，两边有卖很多小吃啊、特产什么的。我个人啊，就建议大家吃一下马迭尔的冰棍和华梅的面包就可以。马迭尔冰棍就买原味的和咖啡的就行，两个都是5块钱一根啊。这个冰棍在这很神奇，一年四季都可以吃。马迭尔的冰棍比以前甜了，太甜的话就会腻。华梅他家有6种面包，他家的大脸吧还行，也都被游客买完了。我们买这个小面包，每次来都买他家的这个小面包，3.5块一个。我买了6个，6个是一兜，袋不要钱，你再单套袋的话就是5毛钱一个。这个大家看一下，它里面是有葡萄干在这儿呢，因为我扒开没看到，吃的每回吃的时候能吃到。这有葡萄干。从那个西14号街，